规定要收听国民党军人官第二三区的立委候选人谢秀佳，今仔日有近二十位家政妈妈来甲谢秀佳到达的竞选总部为伊来加油。除了大声看到当选的口号，还搁做蒜头饼来祝福伊顺利当选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特别来甲现场，甲大家做粿做饼，表示大家会当全力支持谢秀佳，可以顺利进入立法院首个军人。竞选总部内面充满着蒜头的香味，几十位的家政爸妈妈用心制作这生蒜饼，要来支持立法委员候选人谢淑阿以及总统候选人韩国瑜，希望两人在明年会当顺利来当选。咱为着咱的谢淑雅、甲张家俊、甲韩国瑜总统，啊，咱今日来这做生蒜酥饼。因为我们云林县哦，就是出产这个蒜头啊，各位姐妹哦，我们这些姐妹呢，我们把它取这个名字，我们希望我们的韩国瑜还有我们的谢淑雅胜蒜啊，今仔日哦，就是来这要做迄个胜蒜饼哈、啊，啊，要祝谢淑雅胜蒜动蒜。今天去金陵法院长王金平也来到现场支持谢淑雅，并且也和所有人做伙来做饼。也表示谢淑雅在过去有了丰富的首长资历，相信大家将票投予伊作为来守护阮林。有这样的人才，咱希望讲伊有机会入国会来为咱啊这个国家来服务，为咱地方啊来做各方面福利的争取。那么啊，而且我嘛一直哈赞佩咱谢淑雅哈，伊啊能力好，福德哈非常好。这是大家哈上需要的一个民意代表。一代一代的酸酸饼，唔那香又够好食，更是代表着民众默默的关心和支持。立法委员候选人谢淑雅也伫现场感谢大家用心，期待明年会当来顺利当选立委，进入立法院。真正讲非常非常的甘心，啊，因大家哈拢家己的工作放下，啊，专程来这里帮淑雅加油打气，而且哈啊，佮亲手来做这个。酸酸饼要甲咱淑雅来祝贺哈，啊，要个甲淑雅来邮票，啊，搁兼来催票哈。今天讲，姐姐妹妹，我爱你们，谢谢大家啊！美好的云林，咱大家做伙拼。用行动来支持家己心目中的候选人，在场的每一位家庭爸爸妈妈，大家心中也拢是非常欢喜。期待淑雅会当顺利当选，照顾婚礼，记者江怡昌报道。